接下来大屏幕继续滚动，我们来看谁将登台挑战。来，三二一，停。哎呦，欢迎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大哥，这大哥看面相很慈祥啊。你好，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夏河源发电厂，我是一名退休工人，是一名铸造工人。哦，那么掌声欢迎一下。那真不像啊，底气十足。就你们发电厂的工装的很时尚啊。这是老婆给做的啊。老婆为什么您说话就是这么有底气啊？平常多练声练的。哎，这个小鱼可能还因为你比较小。你想那个发电厂你去过吗？没有。你看那里边都是那个火炉，对吧？那里边温度很高，对，很闷热。其实有时候说话可能还得靠吼，对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这个本身这个工作就练就了这个嗓音的条件。对，它磨煤机的声音很大，里头有钢球磨那煤的，磨完煤以后发送到这个锅炉里进行发电。哎呦，发电！但是我要说一个重要的信息啊，罗大哥可跟其他的选手不一样。其他人是为了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，是罗大哥的梦想是想在我们这儿开一场独唱音乐会，很大的梦想是吧？演唱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唱歌，天天唱，天天唱，也没有这个机会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我本身啊长得不好，长相不好，到歌唱家都长得很好，你也，所以我长得不好，所以呢，我呢。今天来到这个黄金舞台，有这么好的舞台，有这么好的音响设备，还有这么优秀的主持人，我来给大家模拟一下独唱音乐会。什么叫模拟啊？这就是您的演唱会的场地。那好，大哥，我就问一个问题哈，因为我们节目播出总时长反正不到一个小时，您打算唱几首歌呢？我一直唱，都是唱不到了，我就不唱了。那个拜托后面的选手观众，你们可以退场了，今天这场大哥包票了。唱完哈，这样我不管您是唱一首还是唱十首还是唱二十首，我比较大气一点，不占用别人的时间。一分钟的表演时间，来，演唱会现在开始。哎，对，一分钟啊，也好，大哥你就在这儿就行啊。男高音出场了。好，已经过去十秒了啊。哎呦，这就十五秒了。来了你天上吧，直接从意大利跑到陕西去了。拿起个筷子，换不起个碗。最后一首告别歌曲，好吧？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黄金一百秒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我们明年再见。这么自然的呢？哎，大哥确实功力了得，他切歌的那个速度真的不得了。您大概会唱多少首歌曲啊？我能唱六十多首男高音歌曲都能唱。哦，六十。但说实话，有点对不起罗大哥啊，人刚那个兴致起来，刚一起范儿就换下一首。我们真的想在这个就是相同的时间让您多展示几首，对吧？
这看演唱会的感觉，很高兴了。怎么样，过不过瘾？过瘾，过瘾啊！算是梦想成真了吗？梦想成真了。好，再见。来，有请下一位选手。我要上黄金舞台啊，那个还得上是吧？还得上。我那意思，你都唱那老些了，你再上去，下一个跟这个刚才的有什么区别？多来几个多好啊！还得来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吗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好不好？对，现在演唱会不都叫什么安可和返场吗？返场，返场，对吧？就是你往那边走，如果观众朋友掌声热烈一点，你就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给大家唱。对，返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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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他真的来了！哇，他真的又回来了！一分秒，计时开始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，咱们工人。罗大哥唱每首歌那个气势都特别到位，没错，而且他唱歌真有激情，他是享受舞台。抬起了高楼大厦，修起了铁路煤矿，来造那世界天涯变了样。嘿嘿，放起青红的枪，最新的铁石响叮当，扫出了列车好声喊。送前方，嘿嘿嘿嘿嘿哟，咱们的脸上发红光，咱们的汗珠往下淌，为什么求解放，为什么求解放，嘿嘿嘿嘿，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每天每日工作忙。先走，要跟大家互动啊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每天每日工作。罗大哥本身是工人出身，所以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更能理解这个作品。修起了高楼大厦，修起了铁路煤矿，再造那世界变呀变了样，再造那世界变呀嘛变了。挑战成功，恭喜罗大哥。有请有请。这位歌手你好，刚刚看了您成功的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，还返场了，此时此刻您是什么心情呢？心情非常激动。请问您明年的巡演计划打算去哪个城市？准备到乡村，到养老院，为工地上的工人农民演唱。说的太好了，真的。那请代表我们所有的粉丝把这个孟继元提供的黄金项链送给您，谢谢您，以作嘉奖，希望您再接再厉。谢谢。